恭喜王仁甫荣获型男大主厨的丙级证照，而紧接着每战必输，至今从来没有赢过的台志源将与巧巧拼搏羊年最衰王了。今天的五星料理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，是年度衰王总决赛。信老师以前衰王不敢当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相信我会比他衰。在我们的整个的积分牌上面已经看到了，准备要去香港的是赵正平跟我。对，看到了吧？对，等于准备要去游，穿着我们整个，哎呦，整个退衰法器的去游街的，就是你跟他了。他在我们节目没赢过，我怎么可能比他衰？我佩服他，不可能，已经这么衰了，还能带着阿朱阿花来上节目。欢迎台志源先生、熊熊谢杰令，欢迎三位。三位。衰王在这。哎呀，恭喜！新年快乐呀！新年快乐！不要！敌西后进，哎，衰王让你当、哦，我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两位小美女好像今天有事儿是吧？今天我来宣传我的写真书，是不是啊？耶，恭喜我的同名写真书，这是陈哥的工具书又来了，工具书。工具书哇，唱完之后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啦！真的，对，身心灵达到一个天天开心啊，天天开心，而且随处开心，对啊，随这个这种是随喜随乐的，随喜随乐。凯哥看一看就过运了啦，贵文呐，怎么了？看一下就过往了。喂，我没够大过年的，无所谓啊，我天哪，百无禁忌啊。您对这个书点评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好可爱哦，有一个网友还在 Kid 那边留言，真的假的？他说这一本写真集啊，这个一定要去买。为什么？因为杰林啊，他年纪都这么大了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本写真集。他说拜托大家去买写真 Kid， 你可以帮杰林宣传吗？因为杰林可能没办法再出第二本写真，是不是他最后一本了？真的坏，网友诚恳，对，这个身材不得了，想一做不应该。好吧，两个比衰王，好吧？你看到了我们那个。我们的大蒜，你为您编织成了桂冠，我们看到大蒜的桂冠，感觉好臭。然后呢，带着艾草，有没有？身上呢带的是这个可以吸腰作用。你确定的是艾草吗？那好像是韭菜。韭菜就是艾草。哎，韭菜配大蒜感觉很臭。今天为了你们特别准备了五星级的食材，先开胃一下好了。好，八分钟两道菜，欢迎郭主席师傅。一名神武的郭主席师傅又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师傅好，大家好，大哥好，哎。他每次自从他的整个领巾镶金边之后，就好像法王一样。法王没有那么老了。法王今天带来两道菜，各位准备好。你有在做菜吗？你们应该没有吧？花瓶很少在做菜的。啊，那台哥有。菜名一听就很震撼。第一道菜叫做川南梭边鱼。啊，川南四川南部啊。梭边不要那线啊，梭边就是你这个人，我把你梭边梭边过来，变成我的会员了。或者衣服有没有毛线啊？梭边衣服也要梭边嘛，不梭边的他会等下虚虚的啦。是这样吗？讲不下去。梭边是地名还是调味方式？那调味方式，那个也是一个地名，但是就是你们也是地名。对，那个。川南那边，但是它味道，地方缩边的地方，它的调味方式，对，他们特有的，他们所以什么鱼都可以啊，什么鱼都可以，都可以做成这个调味，并不是说这个是缩边鱼，不是，鱼种不是缩边鱼，好像海鲜鱼，你加了地中海，那就有地中海的调味出来，哦，对，这样讲就对，顺其为了吧，对，所以顺其为了，谢谢，然后这个呢，是我们台湾特有的。对了，我知道台南啊，吴在了。我们台湾呢？台湾特有的，哎，吴锅鱼，吴锅嘛，对。接下来还有第二道哦，第二道叫做风味马铃薯。风味马铃薯，对，什么样的风味？一定要风味这两个字，大概就是川味，是川味的风味，川味对，有风味有怪味啊，嗯，啊，调味方式也不一样。风味这两个字最重要的调味重点是什么？哎，它最主要是豆瓣吗？辣，是豆瓣，辣豆瓣酱。还有生辣椒辣青辣椒的辣，好辣，三个综合在一起的那个香味。那怪味多了什么？怪味，因为一般我们红油为了跟那个芝麻酱调出来，再加一点红油跟芝麻酱花椒粉，怪味就变成怪味。哦，因为它调完非常复杂，加花椒粉就是怪味。对，所以说听到怪味鸡呀，有没有？对，那还有口水系列又不一样。对，是有没有？口水鸡就是芝麻酱跟红油。再加还有花生粉，这样搭在一起，加点口水，看到就长口水了。这两道菜8分钟，看清楚了，计时开始。好，这是真
对，珍珠马铃薯。这个好好吃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对，感觉看起来有点像苹果。对，有点像颜色大。对，质感像水泥跟苹果一路。那水那个粉上面粉把它洗掉哈，一放下去就白白的了。对。好，那现在呢鱼。七分钟。来，高杯鱼。带住嘞，用的是梭边鱼的调味，但用的是台湾的竹篙鱼。对，竹篙鱼。你学的。川南哈，川南。川南川北走一回。观察直播主。还是走北鱼。我可以认真点吗？我的天哪！一直在旁边胡闹的陈乔，会不会害得郭主义无法在时间内完成嘞？8分钟，看清楚了，计时开始。哇，这是珍珠马铃薯吗？对，珍珠马铃薯。这个好好吃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对，感觉看起来有点像苹果。对，有点像颜色炸开。对，质感像水泥跟苹果那一路。那水那个粉上面粉把它洗掉哈，一放下去就白白的了。对，好，那现在呢鱼，七分钟，来，高杯鱼，带住嘞，用的是梭边鱼的调味，但用的是台湾的竹篙鱼，对，竹篙鱼，你学的，川南哈，川南，川南川北走一回，观察是国足。还是手背力，我可以认真一点吗？好，那现在呢？这边呢，大概温度高一点哈，我们直接下一场。米酒进来，一匙的米酒，胡椒粉，刚才都全部切块，酱油，看到了。你这是2片肉嘛？这等于一尾鱼的2片肉，光看这肉身大概也将近2斤左右。粉进来，太白粉了。太白粉，两个都要撒。鱼的温度也要高温，也要大概160。160，鱼是中高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鱼呢稍微把它炸熟哈。好快哦！好快哦！这个绝对好吃。你要温度很高啊。会崩溃。崩溃。天哪！来，辣椒。花椒粒。花椒粒吗？有。好麻哦！你这也下太多了吧？来，酸菜。辣椒。还有蒜片，你讲是绝对好吃。对，我没有。泡姜，还有泡辣椒，好多。泡椒，你这种放料，这就已经很好吃了。对，酸菜、泡椒跟辣椒，新鲜红辣椒。哇，好香，好香哦。好香哦。好，现在呢，水进来。好。但是呢，它的干辣椒炒香了之后，把好棒，新鲜辣椒进来。哦，好香哦。好香，当进来。有没有香？有。好穿哦，好穿，对，很穿味。米酒。哇，很难得在台湾可以闻到这样的，真的好香，真的啊，它做的都很道地耶。来，胡椒粉，而且很棒，是它没有香菜，而且这里面刚才那两大茶匙的糖非常重要，对，糖，当然呢，鱼肉现在进来，哇塞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定要吃到，一定要吃到，好，现在马铃薯现在起来，好香，我感觉就很脆，这颜色好美哦，把肉呢拿进来炒，好棒，好，把它炒香啊。为了要快，所以加油。本来不加油，干边打。对，干边呢，它就可以出。干边呢？干边呢？好菜呢？对，冬菜是收边来干边呢？来，收边干边。豆豉，你汤匙的豆豉就够了。对，有没有吃的？有吃的，很高兴。那给他吃，不要再泡。都不要吃辣的，真的啊。我们做一点点，辣椒酱下去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来哥，你怎么不好的？你又吃不到，你开始乱喊啦！对啊，这样太辣了。等一下，我怕辣，我怕辣。我就是每次都没有喊，我这把喊出来我就会赢。米酒先进来，我等着看。时间剩下一分钟到时，再点糖。风味马铃薯，这好好吃哦！我的天哪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再进来一点点，我一定要吃到。我也好想吃。葱花，我们也很想吃。葱花不是，等一下，花椒有没有？好，这是我最爱。葱花呢，在这边哈。我觉得鱼好棒哦。来这边呢，加香醋进来，香醋，安了电话了。
哎，香是真的有差哎，真的，它的米香跟甜味，米香甜味比较出来。嗯，好，这样完了来不及。啊，酱油再进来一点点。哇塞，我都不。马铃薯还没放。好，马铃薯现在进来。这就对了，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这种呛辣味，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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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味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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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两道菜哦，对啊，两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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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就一个风味马铃薯，漂亮，恭喜，一道，好，再来呢，不用勾了啦，要勾要勾，啊，修勾起的了啦，现场倒数十秒，哇棒，这边呢，我眼界进来，要勾了，会再要，会再要，哇，好，那现在呢，好了，哇，哎呦我，时间，奔你，到，二，厉害，五八手，好强哦 ，Give me ten。赞碎放，精湛！现在我们准备出题 ，OK， 请出题。巴西有一名世代务农的富人，最近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红人，因为他种出来的马铃薯竟然 A 重量接近台哥的重量，哦 ，B 直径呢超过台哥的腰围。台哥重量吗？我重量73公斤啊。那腰围呢？我腰围33。骗你骗人，三十三，他瘦下来了，好了吗？33，他本来35，而且我们三个人班骗人，好了，先拿皮尺来量，相信你啦，收编你才爱我，我重量73公斤啊，那腰围呢？我腰围33，骗你骗人，33，他瘦下来了，好了吗？33，他本来35的，而且我们三个人班骗人，好了，先拿皮尺来量，相信你啦，收编你才爱我。现在不是收边的问题，我们三个都是中间选，直径。像我拿个牌子，你们俩往后退，直径，在我左右步伐，直径有点夸张。现在他们在干什么？我左右步伐，你们俩猜，我是我们俩猜的。剪刀石头布，慢速还输？真的很烂啊你！这么大跟70公斤，哎，这么大也不就是70公斤了啦。当然是73公斤嘛。以新闻来说，那个画面出来重量会吸引媒体，还是它的大小？大比较有趣啊。大比较有趣。因为你看，它就旁边会站一个人，如果是新闻，站一个人，然后一个大的，然后很大。像之前也有什么荷叶很大，就人坐在上面，就是它一个画面会比较漂亮。我先讲一下好不好？你们今天有一次机会，对，用或不用都行。嗯。香蕉加倍牌拿出来插了用了。赢了，你赢了，对方打他就惨了，对啊，你输了你也打，我知道，这是啊，所以要很有把握才行。加倍牌用不用？这题我没有加倍加倍结，不要。B 的对，三位中间选民请选择。A 在这边 ，B 在这边。哎呀，杰林呐，这时候也看出来一个人心呐。因为他也许是很宽，但是他没有那么大。你新闻画面，我说你可能可以选选我，也不一定。你是73公斤的马铃薯，来啦，陈哥来我们这边。我赌一次这边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一个70公斤的马铃薯，你知道一般马铃薟这样子，对，一公斤两公斤就不可能，不得了，已经不可能了。它长成70公斤，你知道已经有多大？多大？对，其实已经有新闻画面，已经有，因为70公斤起码要这么大。你讲的好像有道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70公斤 ，CNN 就会来拍。没有骗，70公斤就是 ABC 来拍。怎么又说？还跟讲完又不想学？对啊，我就觉得好像这边比较。你为什么要逼我过去？好啦，快点，你决定了，我已经这样了。对啊，我们逼。你为什么选那边？因为我觉得小乔讲的没错，就是我觉得大比较有那个画面，而且才会有人去爆，才会有人去爆。对啊，而且之前西瓜有那种很大，西瓜本身重量就很重，然后这样子再大一点，其实这样感觉还好。可是如果是直径再大一点，这真的有可能新闻会去爆。我觉得变大比变重简单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有可能它很大，可它里面是空心的。可是没关系，因为它大，变大比变重简单，画面漂亮。嗯，直觉反应是 B， 对不对？对。大家都这样子的，那就 A 看看，选 A 看看，完蛋了，因为70公斤的大小已经很大了，对，马铃薯没有长那么大，没有长，没有，不可能，马都没有那么大的马铃薯，马有啦，马有，迷你马才没有，迷你马就没有，有，答案是 A， 对，
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一定是因为晨晨哥选了你，你的运气，谢谢，一定是晨晨哥加持你啦，谢谢。巴西有一位护龙，种出一颗重达超过80公斤的马铃薯。这位户人呢，在菜园也曾经种过15公斤的大凤梨，这次呢，种出80公斤的马铃薯，再度成为他当地的红人。来，就像这样子。这么大，这是石头吧？80公斤，这直径没有超过台哥腰围哦，超过，已经超过，超过，这还没超过我腰围啊！天哪，直径啊，直径，超过，超过，超过！哎，它真的很大哎。哦，哎，这个好浓哎，对，你再酱过一条都很浓，对，好吃，好好吃嘛，好湿润呐，对啊，哦，哎，这辣得很过瘾，配上海胡锅，这肉质太丰厚了，看到没有？酸辣，我告诉收编的呢，我比较一点。你去过收编的？没有。因为这个味道呢，就是那边地方一个味型出来的。怎样？怎样？收细的味型。收编的，收编的，收编的。收收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收编哦，看你是收右边还是收左边，都可以收了。我的收，你送。都很收。赞。你有干嘛收？他麻烦了，哦，他麻烦了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很像，感觉很嫩。找正骨力，拍拍手，谢谢郭师傅。没关系啦，哎，我不会先输你吧？他真的没赢过，他真的没赢过，我输他，我真的，我妈都哭了。A 到 H， 熊先来。选一个一号，你今天要善用一次加倍牌就赢了。一号，我一八了，一八，来，你的英文名字啊？好紧张，应该是他的那个，没有没有，不是。啊！不要，拜托，不要！哎呦 ！Oh my god！ 哦哦哦！我第一次吃到15，感觉还是你要吃一下香蕉。我先记两根，我看之后的运势。干嘛？记一根就好了。你要吃哦！我解辣，好辣！耶，谢谢陈哥，陈哥，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吃到真正的东西了。解辣，他等一下会吃的啦，陈哥，他辣到人中都冒汗。会吃哦，你吃的时候就一直吃哦。会吃哦，不要碰到香蕉。他碰到了。碰了。从来没有就没吃，但是他胃很好，过硬。OK 了。OK 的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台哥加油！你真的加油！我就想陪你加油啊！真的感觉，哎呀，趁机过运的巧巧，会不会真的把孙运转给台之源了呢？今天的樱桃鸭，可是来自于英国樱桃谷的鸭种嘛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呢，我们全台湾的樱桃鸭60%是来自于宜兰三星乡。他利用南洋溪的水源呢来灌来养殖它，是，同时呢把它养在了排水性非常良好的沙子地上，对，这个地方可不得了。它为什么也会特别好吃呢？为什么？除了它品种好之外，它在饲料里面还特别加了来自智利新鲜的鱼粉，国外的鱼粉，而且还有加新那个进口的玉米粒当做它的饲料，所以养出来的鸭肉才会这么的肥美，这么高品质的鸭肉，真好吃。来，詹姆斯，哎，谢谢。今天带来的五星级菜名叫什么？樱桃鸭腿潜艇堡，他就把这个菜加了潜艇堡三个字，就这样子吗？有特别的地方吗？我会用比较两个钟头的慢煮，哦，对，然后让鸭肉变得很软，低温慢熟的，对，低温慢熟，这么薄也要两个钟头啊？鸭肉其实很有趣，你现在如果把它煎了或者烫手吃，硬咬不动，对啊，对，但是花了时间去炖煮它的时候，它会变得很软绵。哎呦，对，照你这样讲，鸭肉它真的很有趣，就跟牛腩那些什么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帮我炒，先帮你炒，对对对，这个谢谢。那我可以用这个吗？啊，陆总，哎，那我要放油吗？先不用，先不用，有点像干煸的效果。哎，也这也不用放油，先不用，就是要有点让它有点干煸的效果。哎，哦，干煸有点热热，然后再下去打汁。对对对，这样香气会比较油，煸的会热热。好多鸭油。哇。哇，油这么多！把它放到里面去打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打的那个洋葱番茄是你的寿司吗？对对。哎，左上角。哎，第一个中间中间。哎，中间上面上面中间。哎，上面中间。哎哎哎，手可以离开了。哎，他第一次做那么多事哎，平常都有大根之类的人在他旁边。哎，是谁呀？好吧。
豆子，好繁重，倒过去之后，然后我们会跟红酒放在一起，全部倒下去，还是对对对。哎，锅子好热，对，哎，然后这个时候把它，可以了，哎，哦，然后来一点点的八角进来，八角，对，这个地方盐要稍微重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味入味道，所以它不会因为盐巴的关系而变紧。其实有限啦，这里面就是番茄跟洋葱，番茄、洋葱、大蒜。那我再帮你炒一下，还有可以可以可以，大蒜。好，来红酒进来，红酒进来，哎，这么多红酒啊，嗯，要把它腌腌住啊。为什么用红酒不是白酒还是其他？一般我们在做菜的话，红肉配红酒，嗯，白肉配白酒，对，对，水放进来，都是压住，要压住它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蒸烤箱，然后大概是80度，需要两个钟头。那我们到后面去了，来，我们这请豆总，阿吉斯，是陈哥，今天特别用了我们的宜人鹰头鸭腿，是菜名叫做葱香油封，嗯，烟熏樱桃鸭腿，油封鸭，对对对，我今天呢会拿一套很科学的一些调理尝试呢，跟所有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。我今天把这个温度枪给带出来了，那么等一下就是决定油温的温度多少，决定里面的火候是什么样的成熟度。你这样照就知道温度了，有啊，皮肤也可以，80几度啊。那你们注意看了，我现在把洋葱，对啊，开火。冷油下锅啊，来，妹妹来，麻烦帮我拨伞，我现在还没开火啊。蒜头也是一样，整个下来，好热闹。对，那油当中呢，把这个八角也进来。哇，我今天下的这一锅油呢，是一种油味的卤锅。油味的卤，哎，对，油香味的卤锅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啊，我这边刚刚已经先弄好了一锅，哦，你先皮块买了，你记得盘亏。这是个油封鸭的概念。对对对，洋葱。对，那整个很浓郁的洋葱的油香味呢，我就把这个鸭腿肉放进去泡。蒜香洋葱。对，我们也预留了一点韩国泡菜，拿来做配料用的，是不让它去抢到鸭肉的味道。我把韩国泡菜拿来烟熏。烟熏，烟熏。好运只有昙花一现吗？万年岁王谭志源将再度跌落无底的香蕉深渊。主鸭竟然会，中间选民请选择。我选我师傅，我选 A， 对，我选 A 好。所以答案是 B。过誉过誉，我好不容易赢了就吃菜，我觉得你好不容易瘦下来了，真的吗？你要讲出来，因为我吃香蕉吃太久了，一直说不出来。B， 答案是答错了。老师，又吃素啊？又是吃菜，要命啊！香哦，一定要赢啊！你为什么一直当时我求求你，但眼睛稍微动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是最公正的，人又帅，又会做菜。这也不用，这也不用。不，对啊，分析给我听，你是这个听着。哎，你不能分析耶！我分析，我分析可以吗？你可以。我觉得是 B 耶，照常理来说应该是 B 呀。我照常理，照常理，照常理吗？怎么办？所以答案是 A。